企业真侪人爱高薪拢爱食补，我感觉这个高薪愈食补是愈食愈肥起来。真的，我觉得他胖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他胖的好看。有人会肥了袂水，我反而觉得他瘦了没有那个台缘了，因为我们唱歌台最重要的那个台缘。我觉得他胖了，我要胖一点了，我觉得他有胖一点，他的台缘更好，更喜欢他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鼓励鼓励，去年的跑台歌后，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刘丽芝小姐。谢谢。喂，大哥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小心长胖的阿芝。OK 啦、可以叫我肥芝，没关系。因为你胖了，更有更多人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耶，都没啦，我要散散散。你肥到如款如讲一个人嘞，你现在都看看着，你这边被讲苏贞昌。如果你说像君婷姐的话，是有很多人说啦。哎呀，没有了。她是我妈。杨君婷有淡薄，有一点皱啦，你有点滑啦。皱。娇。她跟我的，她是我们的前辈啊。我明天有写到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有在 Facebook 每天写东西啊。是。她是看杨君婷，如果你聊到这个人，是全新加坡第二个陈哲。亏什么多什么？是吗？花城香开什么关什么、啊？花城香多掉，多掉。玫瑰盆一半一块半的多掉，多掉。冰江河多掉，多掉。梅花多掉，多掉。真的、啊？多个了啊！你都唔知啊？我妈来听，我叫阿伯二号买好啊！我特别叫我好歌，我好听。来来花啦，来来星啦，来星啦！我叫阿买阿伯改名了，改名。一定倒。哦，搞不好这个一定倒可以碰碰气啊！有啊，你看台湾的他们的招牌多么奇怪的，是有很多很奇怪的名字。我刚刚在槟城哦，一杯黑米的哦，真出名槟城啊，一杯黑米哦。你知道他招牌什么？我不是讲粗话的哦。虾米。有去过槟城就知道这一档哦。虾米吗？吃你下面。真的，是你。如果来跟我躲，真的是不是？如果对不？来 ，OK， 我不骗人的。来看直播的朋友，帮我一下，不然你以为王雷又乱来了，又乱来了。帮我写一下，是不是在对不对？啊，北海一饼啊，真的没有骗你的。北海一饼，那么那招牌有多么厉害？是。他还有一个、卖冰条的。大大只冰条，你敢你妈敢，你好厉害！小只的不卖，卖大只。大只的啦，当然他们就觉得我们想歪就歪啊。我让你赶紧去吃你下面嘞，真的呢，吃东西的是吃你的你嘞。下是下。你指前面不要指我，你指我干嘛？指我下面。他就是卖下面的。comment 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如果槟城能帮我一下。刚好我妈有在 Facebook 看的话。你就在呀？他是不在槟城，他是森美男。对，我是森美男。我从来没有去森美男表演，刚刚好10月2号我去森美男表演。哪里一边啊？他是一个餐馆的地方名啊，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因为森美男有好一些地方。对啦，来新加坡很久，其实大家都不认得，看他知道他唱歌台，他 before 唱歌台是跟人家化妆了，对不对？跟人化妆，连化妆很好赚。化一个妆500块，为什么讲好赚？我一个西洋伪装哎，我不是化死人的啦，不是吗？我是你记错人了吧？我是化新娘啊。sorry， 化死人，化死人那个是洪嘉玲，对，另外一个啦，记啥啦，慢慢来来记。我感觉，你卡成干了都多啊。啊，是阿多，最近也碰。阿妈，他在看我屁股吗？阿妈，你叫妈。我妈应该有在 Facebook 啦。你跟你妈妈讲了。他就妈，这个就是王新加坡的歌台主持人，最黄的、那個。我们还没有公开，其实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会，我就是你新加坡的女婿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是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时候我单身嘛，就是都可以了。但是我王雷嫂在后面的，我等下走不出这个后台。可以的。我太太，你只要哈，这么开放啊？开放啊，他什么东西不开放？你只要我1000块，大柱什么都通。哇，是安尼啊？哇，你唔知啊？你等人家鼓励讲无牙灰，怎么对成对啊？我都走开了。你别去怼了，怼了，你别几千块啪一人等你。等你困了，讲大
好像僵尸。怎么对嘞？怎么对啊？不会惊惊惊惊惊惊，喊啦喊啦，那么那个钱就啪下去掉了，搞得哇，一个给很多很多容易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老婆？他对我好，我要对他好、啊。那你在台上这样讲乱讲乱讲，他很开心，然后他很开心，我没有讲他成习惯了。哦，有一天我晚上我没有讲他嘞，哎笑哎，你今天跟他没讲话，我跟他没过瘾嘞。人家他笑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带来第一首歌什么歌？我们今天人潮很多，非常谢谢爆爆棚爆棚啦！谢谢大家、啊。然后那边还有很多人哦，谢谢谢谢。带来第一首歌什么啊？得儿，我提到我有没有记错？得儿意的笑，对不对？来，不对，啊、不是得意、啊、最英雄，对不起，得意的笑第二首。什么歌啊？最英雄。来，啊、最英雄。我让你跳跳跳跳，不记了。来，听好吗？蔡秀凤的歌曲。谢谢。你怎样？最爱出名，就靠英雄。是我命里受着啦，无爱伤悲，恨一己，冷冷自己，小小你。喜欢，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好，还有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，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。当然呢，收看同时呢，大家也可以动一动你们的手指哈，就是来去分享一下。如果是英文的话，就是 share， 就是呢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歌台娱星节目正在直播中。OK， 那今天晚上呢，非常的开心呢，能够来到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，来这里为大家唱歌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希望每一首歌大家都会喜欢，包括我们这里所有外面的观众。哇，这样哇，我这样挡一下那个光，原来很后面还有朋友哈、哦，我看到前面啊还有哈、哦，谢谢老师 ，Hello 大家好，哇，后面那边也是有朋友哈、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好，那接着下来呢，要为大家安排的下一首歌曲是一首华语歌曲，比较轻松、比较好预兆的歌，送给大家一首叫做《得意的笑》，希望你们很喜欢，谢谢。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？
的笑，咻的一声了逍遥。喜气洋洋的歌曲。好的，那在这里呢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农历初，今天初八八对吗？谢谢大哥。OK 啊，初八也就是呢，我们这个阳历的八月八号哈，就是说明天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国庆日。在这里呢，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民平平安安，心想都事成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。那也祝福我们的新加坡国泰民安，顺顺利利哈。OK， 那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看完歌台呢，都可以开开心心的一整天哈。那我接下来呢要安排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，这首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，来自苏芮的歌曲，叫做《秋干汤微博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除了人生的生命，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。什么感叹？因为这首歌真的我太厉害！哎，淘汰了！哎，我20多年了，歌星一唱什么歌，我就知道他今天敢不敢。是啊，我了，来个赞，为你说什么的不知道。我有时候要拉长补短啊，因为得意的笑短了一点。对对对，连这一首歌比较长。对，然后今天的时间都是刚刚好。我改天我要一个歌星，我跑台我一定要捉弄歌星的。啊，怎么样？我三首歌排我歌星的后面，我下台他们一定打我的。第一首我放雪梅诗君，第二首我放十二年花，第三首我放西干西公瓜，三条瓜抽下来差不多要半点钟。你不要再唱一首《十分十一曲》。对，我刚刚被人家 YouTube 看直播，被人家骂。哈，你被骂哈？被骂。你被骂是正常啊。你去那个，他说我下流，那个刺你下面，真的。他真的被骂。刚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槟城人。哦，真的，因为安总他是下面给你吃是他的招牌。真的。然后被人家捉弄，前面放多一个字，他的招牌上面被人家写作的手脚。反而那间店生意噗起来。真的。本来呢，他知道谁搞的，被捉到是录影不是录到。结果本来要告他的。结果他生意好起来，就挪后没有告他。哦。我的工作人员刚刚跟我讲呢。对，我知道，伯哥，对不对？伯哥来跟我讲。他说是的，我妈的被人家骂王雷下流。哎，林北下流哦，但是林北不风流哦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开吃你下面有生意碰碰 key 吗？你开一间啊，你不要开吃的。新加坡应该不批吧 ？OK 啦。新加坡应该不批啦。你看招牌，我帮你想好一个名字了。什么名字？玩你上面。玩游戏 OK 可以。我讲了有一点不敢看过去，等下有人丢我丢我东西。OK 这个就是歌台啊，玩啊游戏啊，对，上面玩游戏吗？投篮啊，篮球。哇，你很好，很厉害，好啊你。谢谢刘丽芝。谢谢。